现在让我们恭请公馆国中的大家长、校长曾尚斌校长致欢迎词及介绍与会的长官来宾。我最敬爱的苗栗县邓副县长，这个今晚上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荣耀，来了很多的嘉宾。我想晚上这一场由夜班的孩子们自己定下了主题，静听。我们都没有在干预他，你要进什么主题，你就要定得出来，有它的意义，我们都会非常的快乐的去帮他筹备这场音乐会。晚上是一个美丽的冬夜，在众生喧嚣之后，大家能够撇开白天的繁忙，抽空来聆听我们音乐班的孩子呢，这场筹备大概有半年之久啊，跟一年级的学生八月一号入学之后就开始来筹划这一场音乐会。我们公馆国中孩子，音乐班的孩子呢，非常的棒。这几年的表现，在全国赛，不管是国乐的部分也好，在西乐的部分也好，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去年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他们也拿下了代表苗栗县去参加今年全国音乐赛的代表权。所以我想这场音乐会也是让他们磨练一下在三月份要参加全国赛之前的练习，希望他们能够在所有师长的指导之下以及家长的支持之下，最重要的当然是县政府能够再资助我们一点经费，让孩子们能够如愿以偿在今年的暑假。我就答应他们，只要在全国赛再拿到，不管是国乐也好西乐也好，再 拿下特优的成绩，我就准备带他们去马来西亚沙巴建国中学跟台中的双十国中、安和国中、丰原国中、台北的重庆国中这几个名校的乐团我们今年再一次的希望有这个机会跟希望再一起去参与六校的联合演奏。我想学音乐很辛苦，我们的孩子们不仅 每天白天的时候要兼具功课，晚上还要勤练勤艺。我想家长们的功劳是非常伟大的，今天家长想陆续都来了，我想你们应该给今天表演的孩子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我绝对相信晚上的演出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的盛宴。我的组长跟我说，校长你不要讲太长的时间，因为后面的精彩的节目很多，说只给我五分钟，但我超过了。我想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我们最美丽的副县长来莅临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来恭请我们副县长给我们讲几句话，好吧？掌声鼓励一下，来，我们副县长，客气，谢谢。谢谢曾校长的邀请，我想是应该是前天曾校长有特别亲自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来参加这次的音乐会，所以要感谢曾校长让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叶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音乐班的罗会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邓校长，还有我们的家长会长，还有我们公馆国小的校长，还有我们吴校长，还有我们魏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小提琴的首席的我们的李校长，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还有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想今天带来的就是对公馆国中这次成果发表的一个赞叹哈。我刚刚聆听了三首管弦乐的一个演奏哈，我想最新的《冰雪奇缘》也上场了，好，现在是最夯的。我想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个人很喜欢听音乐，哦，那也感谢我们的家长对孩子在音乐这条路上的一个护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苗栗县我们徐县长讲的，我们要加强精神建设，我想在音乐中就可以深刻的来展现啊。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而且这样子一个场域应该是属于我们表演的同学，那我也不宜多说。最后面我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指挥啊，我们的管弦乐团的黄团长，还有我们国乐团的彭团长，还有我们的合唱指挥的我们的姚指挥，好，那我们三位大师级的那个老师能够带领我们同学，然后拿下全国的表演的佳绩，还是要对我们曾校长在办理学校的这个校务的肯定啊。那最后面祝福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家长同学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好，谢谢。好，我想我就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啊能抽空来参与我们这个盛会，我想陆续的家长就会来了哈。我想把时间把精彩留给我背后的我们的乐团，谢谢各位。